可以要我们签放弃请求且结束，你疯了吗？已经说好签切结束或是保密，二选一了，不是吗？你帮我说服一下多宾的妈吧，让我把多宾带回去养吧。要是可以让你把多宾带走，我哪有理由拦着你啊。妈，你刚刚说的那是什么话？您说多宾怎么样？不管有没有签切结束，我都是多宾的爸爸。爸爸，不要太过相信切结束，看来你还是不适合跟我结婚。比起我或我们的婚姻生活，你好像有其他更重要的事。下周三下午4点，儿子家伙们精彩大结局。